19不见的男孩影星李英爱，2009年嫁入豪门，生下一对龙凤胎后就淡出演艺圈，相夫教子。最近才刚传出有意复出拍片，但负面新闻却先找上他。大家好，我是李英爱。每次出席公开场合，李英爱对粉丝总是亲和力十足，但近来拿他的家庭生活在网络上大做文章的网友实在让他忍无可忍。网友不仅疯传林爱的老公郑好勇外遇，还散播郑好勇非法投资卖军火，以及郑好勇是私生子等不实传言，让一向好脾气的林爱大动肝火，一口气对所有散播消息的网友大约136人提出毁谤控诉，展现他保卫家庭的决心。